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春和，是这个湘音合唱团的艺术总监。我们呢筹划这场音乐会的演出呢有半年的时间。我叫依慧，我是从费城宾州那边特地赶来参加这次的精彩演出。大家好，我是万雪峰，然后今天是我的独唱音乐会。音乐会国际声乐大赛歌剧类银奖获得者万雪峰将用五种语言演唱12种风格不同的歌剧以及艺术歌曲。刚好又是母亲节，在这希望呢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是范翠玉 Shirley Fan， 我是今天的钢琴伴奏。我是穆宁，我是这个乐团的中提琴首席。大家好，我叫舒芳。我叫红桃，拉小提琴的，是被大平抓来当差的。I'm Marissa and I'm playing tuba today。我叫陈比诺，我已经担任那个相应的钢琴伴奏有3年。我叫赖和，在乐队里边吹 oboe 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凡老师。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来到现场为万老师伴奏一曲《大江东去》。我是陈毛，大王玩。我叫 Cindy， 今年我是第2年小孩子参加这边的音乐演出。我是钟欣，我是于洋，我们是女高音部的。这是湘音的资深演员，叫 David。我是费越，男高音。我叫崔佳季。我是李春石。我是刘耀科。我是姜奎元。我是孟建平。我是潘丽。我是徐小明。我是朱军。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是张仁生，我是这场演出的助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怡玲，预祝这次母亲节音乐会圆满成功。 Happy Mother's Day。 Welcome to 万雪峰 Solo Concert and 湘音's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Concert。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参加万雪峰独唱音乐会以及湘音合唱团母亲节音乐会。Welcome to 万雪峰 solo concert and 湘音's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concert. 五月的新雨，五月的花，温暖的你我，温暖的家。在今天这个感恩母亲的特殊日子里，您将欣赏到的是由青年歌唱家万雪峰和他的特邀表演嘉宾，以及湘音合唱团和爱迪生爱乐乐团联手为您打造的一场音乐的盛宴。愿这台由器乐、合唱、独唱组成的演出给您带来美好的享受，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首先，请欣赏由爱迪生爱乐乐团为您呈现的《天鹅湖》以及《茉莉花》，指挥是中国国家一级指挥。作曲家湘音合唱团以及爱迪生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兼指挥张春和先生，请欣赏。Thank you.
众朋友们，有着18年历史的湘音合唱团，热心公益，积极服务社区。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我们成功举办了100多场音乐会。为了嘉奖湘音合唱团在服务社区、促进文化交流以及社会多元化方面的努力与贡献，以及预祝今天的演出会圆满成功，新泽西州政府的参议院以及众议院为湘音合唱团颁发了嘉奖令。我现在要邀请新泽西州多元化委员以及万宝路市的副市长刘炳瑞先生上台为我们颁奖。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New Jersey Committee Member for Diversity and Vice President of Marlboro State. Thank you. Hold on. I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湘音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兼指挥张春和先生，请您上台。还有湘音合唱团的团长樊大平，还有我们的几位艺术家，万雪峰，男中音歌唱家万雪峰。First, let me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mothers in here. Today is the Mother's Day. We know that the mother's effort t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is very important. It's impossible to replace. Thank you. It's an honor for the Edison Chinese Chorus to receive this proclamation. As the MC has said, Edison Choir have been done a lot of things in the community. So the New Jersey State is well recognized the effort. They've been doing performer and helping the community a lot. So I'm not going to mention all these things. It's all documented in this proclamation. But most important that I just want to say, with the effort and leadership of our conductor Chang in here, and also the choir leader Daiping, and also that we have 4 outstanding soloists. I know I don't know the name, but you can help me to name them. Yes, 男中音歌唱家万雪峰，男高音歌唱家费月，还有女高音歌唱家张妮娜，女高音歌唱家米强。So today is my honor to represent the Senate and the Assemblyman that present this proclamation to this outstanding group. W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ntribution, and New Jersey love you. Please continue, keep up all the good wor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I'm going to enjoy this concert. Thank you. It's a recognition and inspiration for us to work harder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张指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张指挥不仅是中国国家一级指挥，还是一位作曲家。这次为了筹备这次音乐会，您非常的辛苦啊。据我所知，今天这场音乐会有许多首曲子张指挥都经过再创作，还经过重新的配器。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在场的700多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举办这场音乐会的宗旨是什么？谢谢。首先感谢大家冒着这么大的雨来光临我们的音乐会。 Thank you for coming。 我和我的合唱团和交响乐团将用加倍的努力，认真演奏好每一首曲子，来回报我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这场音乐会呢，我们首先表示我们的对母亲的敬重之意和对她的感恩之心。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们千言万语也表述不尽我们对她的感激之情。所以今天借此机会呢，我们想用音乐会的形式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第二个因素呢，我们一共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感谢母亲，第二个因素呢，我们举全团之力来铺设了一个平台，为我们青年歌唱家万雪峰提供一个更多的历练和展示才能的机会。歌唱家们都愿意搞独唱音乐会，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搞起来很困难，只能有时候是一架钢琴而已。而我们拥有这样规模的乐团和如此规模的合唱团，去助力一个青年的歌唱家，就是希望能够他今后的路，事业的路更加辉煌，更加成功。我们愿意帮助这个青年歌唱家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乐团也坚信这一点，今后呢，我们乐团也将会为那些个有才能的艺术家们啊，青年艺术家们或者是年轻的演奏家们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们愿意做这种事情，因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一件事。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我要向 New Jersey 的这个乡亲父老们汇报，我们自打去年四月份成立了交响乐团以后，不断的规模化和这个专业化。在去年我们那个王丽萍先生作品音乐会的时候，那个王丽萍先生见着我问：“说张指挥啊，你们有低音鼓吗？”我说没有。“你们有大锣吗？”我们没有。我说：“王老师，您知道吗？大锣咚一声响，几百美金没了。低音鼓一打，嘟，几百美金又没了。”我说这租借定音鼓演出一次要500美金，最便宜的也要几百美金。我们这个交响乐团面临的经济局面是什么？俩字儿，没有钱。这仨字儿，没钱。但是如今大家听到了，有了定音鼓以后，这个整个的音响和表现音乐的幅度大大的提升了，头头的低夫人。但是这是怎么来的呢？随着我们演出的曲目的增加扩展，我们定音鼓确实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经济达不到。我们的团员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像孙亮、韩露、陈鹏、叶申飞，还有张茂林、段百华等等一些人，大家慷慨解囊相助，我们购置了低音鼓。今天看到的低音鼓是属于我们乐团自己的财产，我们终于有了飞机大炮了，这是一个开始。很谢谢，这个体现了我们团员对合唱团、对艺术团的这个热爱。所以特别令我感动。我们这个交响乐团是纽泽西父老乡亲的孩子，他们是你们的儿子，你们需要培育他、关注他、关爱他、抚养他，使得他成为咱们纽泽西这个父老乡亲们追求高精尖艺术的一种体现。所以我在此呼吁呢，请纽泽西的父老乡亲们多多关爱这个乐团，真正的让他茁壮的成长。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交响乐团，代表我们合唱团，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好，谢谢张指挥，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指挥。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万雪峰独唱音乐会上，
青年男中音歌唱家，第六届大都会国际声乐大赛歌剧类银奖获得者万雪峰，将用五种语言演唱12种风格不同的歌剧以及艺术歌曲。雪峰，首先我们带来的是在30年代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首歌曲，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将由范翠玉钢琴老师还有赖和双簧管提供伴奏，请欣赏。月光绵绵爱着
江东去》被称为中国艺术作品的开山之作，它的歌词来源于北宋著名诗人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是中国著名音乐家青渚1920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创作而成的。接下来，雪峰将携手钢琴演奏家王凡为我们再现这首经典怀旧歌曲，请欣赏。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和伴奏，让我们啊通过这样的歌曲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种英雄豪迈的壮观景象，朋友们说对吗？好的，那么除了这样气势磅礴的情感之外啊，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细致的情感来自于平凡，就好像是歌曲《芦花》中所传达出的那一种虽然不热烈却无比真挚的情感，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您心中所想，都一定会在这样旋律优美的歌声里找到情感的共鸣。那么接下来请欣赏由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曾在多个歌手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民族声乐歌唱家米强为大家带来的这首《芦花》，
同时他也是我们中国青年歌唱家协会的会员，让我们掌声有请米强老师。的精彩演唱，谢谢你。艺术歌曲《魔王》是作曲家舒伯特根据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同名叙述诗创作而成，
这首曲子特别难，因为歌唱家一个人要扮演四种角色，而且要在四个角色中特别快的转换。而且这首曲子的钢琴伴奏也非常的难，它是茱莉亚音乐学院钢琴专业钢琴伴奏课的必考曲目。接下来雪峰将用德语为我们演唱这首曲子，茱莉亚高材生范翠玉提供钢琴伴奏，请欣赏。
再一次感谢几位老师精彩的演出，还有刚才这个萌萌哒的小花童啊。我们在生活中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那么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中啊，价更高的除了爱情之外还有艺术，因为它就是一首来自于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歌名就叫做为艺术为爱情。那么为我们带来这首演唱的是创办了纽约百灵鸟音乐中心以及获得过一系列声乐大赛好成绩的张妮娜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欣赏这首为艺术为爱情。马斯奈创作的一首非常流行的艺术歌曲，描述的是对春天的逝去、心上人离去的一种伤感的情怀。这首歌曲以大提琴以及钢琴的协奏曲作为前奏，大提琴的音色与男中音交相辉映，委婉感人。接下来雪峰将用法语演唱这首歌曲，钢琴演奏家陈比诺以及大提琴演奏家于荣海提供伴奏，请欣赏。Thank you.
下一首歌曲有这样一首名为被禁止的音乐的歌曲，而与歌名啊所相反的是，这不但不是一首禁曲，反而它有着其独到的艺术影响与深远的历史与艺术上的各种意义。它主要描述的呢是年轻人渴望表达自己深切与不羁的情感，并渴望获得妈妈的认同的一首歌，可以说啊是一首献给妈妈的歌。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在男高音歌唱家费月老师的歌声里，共同感受着这首被禁止的音乐中那不曾被禁止的情感，让我们掌声有请。Oh,
谢谢费先生的精彩演唱，也谢谢费太太的钢琴伴奏。你们两位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珠联璧合，完美，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雪峰将用意大利语演唱意大利浪漫主义音乐家罗西尼的著名经典代表作《舞曲》。您将欣赏到快速的节奏、绕口令式的歌词、多种大跳的音阶以及炫技式的演唱技巧，这些都是罗西尼的独特的音乐特色。为他伴奏的是钢琴家陈比诺，请欣赏。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么欢快的舞曲。接下来，雪峰将为我们演唱一首著名的经典咏叹调《绿树成荫》，由爱迪生爱乐乐团提供弦乐伴奏。说起爱迪生爱乐乐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人才济济，我们的指挥是国家一级指挥张春和先生，我们的乐团首席是原中国空军交响乐的乐团的副首席唐红英女士，我们的大提琴首席是原天津音乐学院的副教授于荣海先生，我们还有很多大腕呢，要不要听我讲啊？要是吗？那我们的管乐首席是原来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乐团的双簧管首席，我们还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中提琴首席穆宁，
还有原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长号演奏家吴强，当然还有大家已经看过好几次表演的陈比诺先生和范翠玉女士，真是人才济济，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有这么多的高水准的专业艺术人员加入湘音合唱团以及爱迪生爱乐乐团。那接下来呢，张指挥将指挥爱迪生的弦乐团为接下来的绿树成荫伴奏，由雪峰用意大利语演唱，请您欣赏。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半场的演出将全程由爱迪生爱乐乐团伴奏，精彩马上开始。男中音歌唱家万雪峰将首先演唱两首开场曲，第一首是用英语演唱的电影《教父》里的歌曲《柔声倾诉》，第二首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歌剧《唐璜》里的著名咏叹调《夫人，请看这名单》，请欣赏。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旋律，而在这经典的旋律中啊，它吟唱的是难忘的岁月，演绎的是时代的经典，回荡的是旋律不改的真切。下一首歌曲请欣赏《好日子》，演唱嘉宾米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舞台啊即将迎回人气超高的万雪峰老师，那么他即将再次为我们带来的呢是一首名为《两地曲》的经典。那么据我所知啊，这是一首原为男高音所创作的经典，那么今天万雪峰老师将以男中音的独特形式重新诠释它。
中央音乐学院高材生，多次荣获国内歌唱大奖的女高音歌唱家张妮娜，为我们带来了《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请欣赏。Thank you.
往日时光是一首非常流行的中国歌曲，张指挥对这首曲子进行了改编再创作，增加了英国馆那优美中带着忧伤的前奏，小提琴娇柔妩媚的音色，管弦乐队的衬托，与男中音富有磁性的声音交相辉映，给您带来别具一格的享受，请欣赏。Thank you.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来自于母亲的呼唤。朋友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男高音歌唱家费月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意大利名曲。那么同时，据我所知啊，也是在这几天火爆了微信朋友圈，有着非常高效率的这个转发率的一首歌曲，叫做《妈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在费月老师的歌声中，共同感受这首歌曲所要传递的对于慈母恩情的最高礼赞。让我们掌声有请费月老师。上我们已经欣赏了十首万雪峰独唱歌曲，大家一定听得很过瘾吧。接下来雪峰还有更多的精彩带给我们，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万雪峰。雪峰，祝贺你成功举办今天的个人独唱音乐会，请问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是什么促成了这场音乐会？谢谢大家来临，今天就下雨，天气不好，但是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前来，首先谢谢。
然后主要促成这次音乐会的主要原因，我还是想谢谢的是张指挥，谢谢樊大平，谢谢湘音合唱团。因为很难得我们可以这样在新泽西 Edison 这个地方来一场这么盛大、这么专业的一个演唱会。有一天我跟张指挥谈起说，我们有这么专业的指挥、这么专业的伴奏团，还有这么专业的合唱团体，何不我们来一场专业的一个 performance 或一个 show， 让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然后主要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学生、很多老师的学生，他们会有一个学生音乐会，都是学生向老师汇报的。那我觉得其实何不反过来，老师也是向学生汇报一下，看看老师究竟唱得怎么样，是不是？不然每次都老师坐在下边在指指点点，学生只能在听，不行，这次反过来，你可以对我指指点点，或者对我提出意见，这是我觉得乐见的事情。谢谢。雪峰，我想你一定得到了很多的赞，是不是？唱得这么棒，那接下来的江河万古流就交给你了，谢谢你。
接下来，请欣赏湘音合唱团表演的四首合唱歌曲，《带我去草原吧》、《万泉河水》、《希伯来奴隶之歌》以及贝多芬的《欢乐颂》，请欣赏。
曲目包括传统与现代的中外民歌以及不同风格的合唱精品。如果您喜欢唱歌，我们诚恳地邀请您加入乡音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 make music have fun。 接下来万雪峰将用法语演唱歌剧《卡门》里的经典咏叹调《斗牛士之歌》，由乡音合唱团提供伴唱，请欣赏。Oh,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音乐会在这难忘今宵的歌声里，我们的音乐会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张春和指挥对本场音乐会的精心筹划及安排，感谢歌唱家万雪峰、费月、张妮娜、米强的倾情演唱，感谢乐团首席唐红英、于荣海副团长，感谢今晚到场的所有专业歌手们以及乐团乐手们的精彩的演出，感谢湘音合唱团承办这场音乐会，感谢每位团员的支出付出与奉献，感谢所有默默奉献的幕后工作者们，感谢各位来宾的热情参与，感谢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对我们一如既往的厚爱与支持。再一次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我们在湘音的下一场音乐会中再见。现在我们邀请 VIP 嘉宾们上台和我们一起合影，谢谢各位。